出门了，现在3点，我等下4:05要拍那个国际太空站飞过太阳，啊，顺便这边拍拍就好。如果要在正中心拍的话，是要到阴阳台去。不过算了，反正就顺便拍有准，顺便拍一下。哇，今天车子人这么少，这边还这么多停车位。不要小看这一卡，这个光不含脚架就12公斤了。哦，快一点，你脚拢脚底啊？是啊，哦，是。今天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人。那有的大哥说，2只都在家，那山头的那一只看得很清楚啊，山头一只，2只都在家，在很久了吧？在很久了。